持续关注哈尔滨的啊，就是这个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这件事啊，不能让这个事儿热度下去啊。前一段时间，这个帝国主义使了一些小伎俩啊，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梅西那个球员整上来了啊，热度差过去了啊，没有用。帝国主义惯用的手段就是转移视线。作为我成天奋战在舆论战第一战场的人啊，就我这种人啊，深知帝国主义小日本的丑恶的嘴脸啊，没有意义。他就害怕全世界都知道他这个731这个罪行，就包括日本的这个医学啊，很多科学啊，都是用咱们这个同胞、咱们先辈这个生命做出来的实验，所以说他这个有了今天的成就，就是这个建立在这个厚颜无耻、龌龊啊。极度极度那个坏，非常那个恶魔，这怎么形容呢？就是天理难容，就是日本鬼子不应该存活在世界上啊。然后还有一些人崇洋媚外，说他们先进，这就是汉奸啊！所以说啊，热度还要回归，还要接下来宣传哈尔滨，宣传这个南北大融合，哎，全中国所有省的大团结。然后宣传那个日本的罪行，很多这个国际友人呐、啊，那、这个世界很多人都不知道日本的暴行啊，把他们宣传出去，宣扬出去，哎啊，然后那个也要坚决这个打击这些国内渗透的这些汉奸卖国贼啊，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。作为我奋战在舆论的第一线啊，就是坚决要打击他们啊，往往就是给那些日本鬼子洗白的这些人哈、啊，臭不要脸的这些人，假装冒充中国的这些人啊。他们是很活跃的，哎，他们的言论，他们这个造的舆论是有害的啊，啊，就怕这些吃瓜群众不明事理，哎，还崇洋媚外，所以说咱们要接着战斗。新时代这个战争形势已经变了，就不是说是热战了，中国实力够强大，没有人敢跟咱们热战了，啊，所以说就是舆论战，知道吗？哎，舆论战我们一定要打好，不要被他们转移视线啊，回归重点，重点就还是得宣传日本鬼子他们的一个暴行啊。